的比赛开始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4 CFPL 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现场，两支队伍分别是白沙和 LJD。率先担任保卫边的是 LJD， 担任前锋边的是白沙。第一时间 B 大道这个位置，白沙是站了下来，但是在泥巴路这里，阿旭是非常的主动，交了太多道具了，两边。哎呦，你可别跳到别人枪口上了。这点中路是一直没有人的，水下是有人在，这个三号位是在水下还是在家？要在家里控。哎，但是我们话还未落，念旧 就已经被二娃抓到机会了。然后潜伏者也退了回来。啊！原点的一局消消。收我一个，我也收了一个经典的人。苏瑞想找机会压出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正好撞到了九小九的枪口上。想不想往包点补？感觉要加 A 了。哎，枪水了，第一时间。但是已经锁定位置了，知道水下有人，正面再一枪，阿旭收下了小九。三打三。就是勾你，这个狙在下面。LGD 已经没有烟了，所以说 A 仓这个位置只能利用一些道具以及……耶，反而炸到阿旭从包点来的位置。小心闪光！道具烟雾如果不扑的话，包点还真不好来。哎，没有扑烟啊！进来直接被打了一个背身啊！陈子阳是满道具啊！啊，又来一枪，直接被二娃收下。陈子阳是一个满道具啊，他为什么不扑这个烟雾呢？着急了，没有沟通好。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沟通，这个三打三的局面，对方还有两个残血的情况下，没有去稳住。小七七直接抓了武七七开局的一个掉点。是。上一分收我人头，这一局我找你队友。B 大这个位置，二娃是来到了前点，第一时间是一个四打五的局。可能又是要把节奏放慢了。陈子阳来到前点看一些有没有能拿到的一些有效信息。控住了 ，A 大要来集结，四个人是不是要来抱团？又要来 A 呀？是，来了。那这次烟得铺好了。对，因为现在经典就一个，你如果把它秒了，其实你这个烟只要能续上。但是它是一个闪身带看，看到了。哎，小七七主动收下烟雾要扑起来，但潇潇这个位置也是抓到了小七七的机会。正面三个人都在举道具吗？来的时间举起。小东又是小东，在后点连收两人。刚才就提到过，小东的个人枪法是非常在线的，而且刚才单局的三连杀，刚才小东的伤害量也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，对，直接拉满了，就有枪法，就尽可能再把这个经验上、细节上再弥补弥补。哎，你还换颜色了，哥们，你上把打我队友，我这把也来这个位置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点暧昧了，是。开始磕 CP 了是吗？是。第一时间掉了一个之后，我们看到 B 通道的主动，苏瑞收到了念旧，然后阿旭这边打掉了五七七，陈子阳还要再去吗？优势变成了劣势。吴楠来了，带着包，大步流星的走过来，感觉要夹 B， 正面先收一个苏瑞，打了一个九十多。带着包太危险了，回头了。看这个，哎，看到了包围，直接收下阿旭，要往 A 区来走。二打二的残局，但是潇潇状态非常差，就看小九了。嗯，潇潇只要先上，这局就，哎，他真的动了。
哎，再往上钻，井房里有一个，再找，收下了，那 A 包点空了，烟雾弹，烟雾封上之后，看一下疫苗位置，即使我残血，我依旧要抓机会。A 守雷来了，安放。一打一，知道是残血，小九跟潇潇是完成了这个残局，帮助白鲨扳回这一分。听我听一下，我们这个 B 大控点有问题，抢了 B 大之后，如果觉得烟有点吃，那补一颗去长廊右边去控，这样的话他清过来你是形成一个左右双卡的，要不不用这套不行吗？不是，咱们说好的呀，三个人控，一个闪身啊，两个人长长的人没人来呢。那边人不够，咋不够呀？那边水下泥巴路 A 大。水下他会出来，水下还有泥巴路也会出来，出来他看不到人没关系，窗口咱再窗口粘一个呀。那这样这样，不是你听我，听我，不听我说，你就到绳子呀，在我们家控制就完了。不，你杀一声完了，我去控 A 大。你来个局来站门口就行了，再一点不行，再一点他会到脚下的。我就在水口这玩，你们去吧。你三级枪就行，你三级枪就抱团就完了。五级跟团，五级跟团。那你们能不能去？进长廊右手行吗？我去谁最快啊？谁最快谁去吧，我去。最快直接走长廊就行。咱就长廊。你过来看中门。行。然后，你俩这边都是防快的。嗯，好。你俩都是要防快的，防 A 长进和中门直接突。他们那边打了你不用管，你就防好 A 门，他有可能 A 门直接拐的，就是中门这个地方直接出俩。嗯，好。然后 B 可以撒烟了啊 ，B 可以撒烟了。好的，那暂停也是结束。主要是这个 B 区啊，看到白鲨有多次在第一时间，对方只要过来去清这个点，就是要掉人，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三人 B 区的摆阵。刚才熊队长也有提到过防 Ra 嘛，看一下三打三正面，苏瑞完了，哥们自己摸过来，队友全掉了。苏瑞这个位置枪感非常漂亮，是。手感很不错的情况下又变成了一个五打三的优势，也是 LGD 有一些预警了，因为上一分已经聊过这个事情了，抓到了一些机会。二娃收到了这个人头之后，潇潇跟陈子阳的二打五，哎，看到包了，把五号位也叫回来了，要不要动？哎，啊，二打一，陈子阳跟潇潇这一波配合，二打五成了吗？这 LGD 啊，只能叹一口气，这么大的优势 CC 还掉了，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，让陈子阳跟潇潇各自都有很多的击杀，潇潇拿到了一波双杀，是，小雷来了，这种大优势落败了之后，其实还挺影响。对我的心态的是，熊队长也是再次交出了交流。听一下吧，封外面点，聊吧，那烟封的不对。烟雾弹，小心闪光，小心闪光。哦，白了，白了。烟雾弹，烟雾弹。没进。有感。闪光。抓了。好点。OK，没事。打中头了。几包？包点五七七，打三四五。小心闪光烟雾弹。A 区炸弹已安放。包下了。没事。小心，小心 A 仓，小心 A 仓长。他想要先狙枪再换枪，只要有人帮他看正面就可以。三个房吗？阿旭空了一排等队友，对，但是这个位置是已经被锁定了，不漏了呀，直接钻水，对，你拆就直接出来，这分就结束了，没办法。三比二的比分，其实我还在回忆刚才的这个五打二的局，就是。二娃这个点他看到了这个 C 四之后往那样放一颗烟，然后再贴近一点，但虽然说烟雾没爆，但是锁定了这个 C 四位置，刚才的那个五号位动了一下，我觉得就应该直接回了，是，你就是都来看这个包，你站三个 WC 一个包点，或者说
两个 WC 一个二楼一个保点也可以，但他们就是都想分兵作战，觉得这一局是基本上稳了，结果各个点位全都开始掉人之后，最后这个阶段也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说就是给了对面机会了，好大的机会，完成了非常多的这种一打一打一的这样的机会，就没有任何的补枪。阿旭跟陈子阳，哎呦，要走，没给你走掉，等你很久了。这是为数不多的白杀的手杀感觉。看一下白杀拿到这个手杀之后，能不能利用这个做一些文章？又来 A 仓的位置。小七的直秒。看一下谁来排。要不要先封烟？根本这个狙是动都不动的，就架死这个点。顶级的狙击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稳定性是很好的。没想到对面是直接跳过来的。子阳收一个小鸡，这个位置直接贴脸杀了。小东，这个水井房自己一个人，四个大汉就要一起进这个房子了。完了完了，看能接几个？打一个八十。只剩下二娃，二娃的位置第一时间被锁了。这次下来之后，看一下三个人怎么选择。炸弹已安放 A 区，要怎么绕啊，二娃？他主要仓里还有一个人，现在。对。两人看正面，然后仓里站一个。像白沙就是那种一旦拿到优势，可能会不太给你机会的那种队伍。对，非常求稳嘛。没有人漏给你，这个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。大家可以继续拿分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烟雾弹。喂。喂。有压的时候挖点特别大。手雷来了。没炸到主任。他有 A 伤顺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卡刚卡后点了，两把卡后点的。行，没事，就给 A 伤顺闪。不要吗？不用，不给，我要我走。你给。年纪多 ，A 门外多 ，A 门外多，门外，中门外，中门外多。挖哥就刚下来了，上水下水了，还有烟吗 ？A 伤后。挖哥别漏啊，别漏，千万不能漏名，好吧？嗯，然后续一会儿给第三个烟。水下了一波，再续。水下有，没走。主打的就是一个藏的战术。挖哥 ，Q 皮剑。在外面能听到你的。中门外右手无难。要来加 A 了。先要打中门墙。这 A 宝点是放空的状态。对。小东，再加。要给这个书包。丢不丢？小东，来了。手雷来了！手雷来了！没有。手雷来了！还有。哇，潇潇一个人把 A 仓里两个都给清了。烟雾弹，确实是手感太好了，三点多的击杀比。回头又收一个。潇潇，小心闪光。这是真把教练赛前的话听到心里去了。怎么帮不上忙呢？帮不上忙了。不是，你就让他去二楼，我两边都能帮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就去，那你就去呗。阿旭位置也被看到，最后的七秒钟没有什么办法。中门给你打了吗？对。不是啊，中门没有，中门没人。不是你看。你双枪。战斗结束，任务失败。这边白沙继续拿分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暂停的交流了。那你就这么的，你还是闭沙眼，那就你回。行吗？什么？站左边看那儿的，看那儿的。啊？不是，我没播，你们仨死完了以后，剩我俩二打五了，完事我进直接进去了。不是我第一口他给人们道具，我防中门，完事你说 A 说 A 来了以后，没事我去的。你听我说，啊，没事，就是还是正常，你先帮他。你给第一个烟，然后帮他，还是那个防续掐白那个，先防他这个。如果这个没打，然后就是二娃你留，你懂吗？你交第三个烟，你上二楼，二楼那边看那个尼泊路。这把是他走是吧？行，我知道。
对对对对，他走你留。不不不，这把拿来，这把娃你给我，就第二个让你直接学一把。听懂我说的意思吗？我可以中路转过来啊。不是，关键他对不够啊。就白他家的，不是白他家的，他三个人冲就够了。他冲够不够啊？那我去冲的话，谁录这个水的声音啊？现在是少个人漏水的声音。潇潇去，潇潇去漏水。我丢完伞，我直接去漏水。你丢完伞去端一大，端一大。丢完伞去。那我还是拿去了。那行，上把步枪他家那个水下的水口那边啊。我去，我去。把那个成为零圈注意。好的，暂停结束。其实能够听到 LGD 的局内交流是有点着急的，对，有点乱，就是大家打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，嗯，就是他们也想一些办法去解决。那我们有看到的是白鲨这边还是要针对 H 啊，就是在这个水口的位置去露这种脚步声，看一下对方就是自己的一个判断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拿 A 几乎是100%成功率，对，有点扛不住正面的爆发。这个时候录了水的声音太多了，我们看到保卫者也在往 A 区来回了。小梅来了，都回这么多吗？中 A 了，三号位吴楠看信息，水下这里好像有人主动吧。要从泥巴路来了，这个时候 B 区只有一个阿旭，因为刚才其实在 A 区的水口位置漏了非常多的脚步声，所以说我们看到 LGD 是摆出了一个重防。看一下白鲨的决策。阿旭看到了，要打了。闪光弹！哎呦，小西没把这枪开出来。再走，这个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卫星，就他们拿到一个人优势的时候就开始控。对，小雷来了，就等你着急。对，就两边带，知道泥巴路有一个 B 大道往前推不推？来了，他又来，哥们二番战。怎么说？那这次能不能有机会呢？小心闪光。二番战。还是阿旭站了出来，但是潇潇一直在 A 连断，啊 ，A 连又断一个中路回的人。是啊，我有哥们儿潇潇。小东这个时候直接过。潇潇还是要自保，就在这里。小雷来了，看一下潇潇能断几个，很可惜。锁定了两个步枪都在正面。大区站在你安上。安防 S 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的回防。严重，严重恶鬼小九。这一枪有点准。只剩下二娃。哇，他这个二娃每次处理的残局都是这种一打二、一打三的残局。完成任务，白鲨继续拿分。就他们给到 A 区的压力过于大了，就是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拿了非常多的分数，后续的时候他只要给到动静，就是会让这个犹如惊弓之鸟，也就是哎，是不是人很多，赶紧都过来。我们看到直接堵防了 A 区，因为之前白鲨在 A 区，让我们先听一下局内交流。是，你不给他，你不给他。水下上一个，水下一枪。中门中门要加一个，跳水下了，看我跳水下了，中门没了，中门没了，不用看一门，没了没了没了。水下出来了，哇！那就打三十。小雷来了，哇！来掉包，掉包，来掉包，队长全是 A 的。都到坑里了，他将佛点，他要佛点，他要佛点抢包了，他佛点一个。都在 A 那边的吧，哥，没事啊。我知道在 A 那边，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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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潇潇空一排要主动去找机会了，差一个侧身直接被收下了。陈江的一打二 A 打是出来了，获得他墙壁保 A 就行，想要创造一 v 一的机会。刚好进去了，我这样看了，露了一声，可以可以，他自己露了一声。小东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陈江的判断了，会不会直接来搜这个 A 房里。两边都没动，五号位还在摸。他来摸了。就这么站就行。牛了。陈江先动。你看，他就是直瞄这个位置。但是你要走啊。打七十四。再绕一圈。给 M 烟了。给 M 烟再回 A 门，哥们玩也玩二番战。小七是个四十血啊。
陈子阳好稳呐、啊，他不急。大家都不急。最后的三十秒钟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残局的处理上面，陈子阳还是要来一局。小七姐没动。看了一眼自己队友的实体。他们前打不开局面，就是上来先正常打，打不开局面就是比他不给他们了，上来就请比他。炸弹已安放 A 区。先最快的那个人先给一个白，后面的人再跟个白，那我就说直接请比他，跟他们一样，比他不给他。嗯，露脚步了。哎。啊啊！到警房里去找一圈，水下也看下去了。啊！陈子阳这一手站点成了，没看懂这个残局。小七七可能是想的有点多，以为对对对对对，找一个。整个这一遍都没有看到人，但是没想到这个残局给完成了，是真的没有想到的。到最后小七七都已经露脚步往下去拆包了，以为不在这个A包点。这个残局太有意思了。七比二的一个上半场，来看一下这边冰冻道是直接要来，又想打一波快的，但是正面被五七七一个人接三个瞬间是秒投的，接五弹 LGD 一下子就从五个人变到了两个人，是，然后小七也被收下，只剩下阿旭自己一个人带着包不知道往哪儿走了。来到这下半场的第一分，也想打一波快速的 rush， 想提速一下。就是这个冰道不想给嘛，但是没想到武器的手感是，就是刚才还挺不好的。其实给我们看看这个数据，是，他就这一分状态一下就起来了，正好在养手感的时候直接撞到枪口上。就也是把这个人头之后，下半场白沙拿到了第一分，也是来到了八分啊。距离他们的赛点只剩下一分了。感觉 LGD 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能断一下对方的连胜，以及找到自己的一个好的进攻节奏。对，主要是枪感状态上面，我们看到潇潇这边手感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尤其是在这个刚才在担任这个进攻方的时候。而小七七是被压制的有点太死了，是。关键是白沙好像每次都能拿到一个残局的人数优势或者首杀。看到了，哥们就是要逮着杀呀！跳出来直接一枪灭救，把水下的人也收下了。然后正面还有个人直瞄 ，A 大要来了。烟散的一瞬间空枪了，这个优势葬送给了对方。 LGD 现在是一个三打三，手雷来了，这个没丢好。 A 包现在是没人的，正面进去之后看一下 LGD 的一个决策，一号位武器器在绕，对，阿旭也会在找时间反带，等一下自己队友，看一下阿旭这个位置能接到几个，看到了，直接收下。那这样的话各个点位都是单挑啊，是，警房里是单挑的一个情况，双杀。这个向后警房直接被收了，哇，这个残局落位落的每个点位都是这种一打一打一，然后没有任何的补枪，导致了最后反而是让武器机在这里 A 大这个位置直接出活了。感觉 LGD 确实是因为连续的失败，对，现在有点影响，包括那个五打二，从那分开始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影响。就自己的 A 包点全部都已经被占下来了，其实就可以整个的把阵型排开就可以了。对，黑莲碰到了，哥们全是人，全是侧身，一波刷屏，五打一，全被白沙收了。只剩下苏芮一个人，那我们可以恭喜白沙。白沙